间空气里的磷魄就跟灰尘一样多。希望你不会走入冤魂。没有药引，没有类毒素，小文尼，是你吃掉我的砒霜吗？只剩最后一道程序了。不可以，不！
见识。我会忍耐的，为了你。诺，学徒，你在这里啊！敞开你的心胸。要是你有工作需要我的帮忙，我很乐意。再会了，学徒。你能为樊侯大人做什么？相信生死循环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仪式做完了没啊？今天看起来精神真好。追寻，
为了任氏的荣耀，就算在这里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说吧，要有相当胆识才能撑到这里，有话直说，英勇作战。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容器。前来报道，祝您战无不胜。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要让你瞧瞧我的厉害！敢小看我，就会付出代价。今天你有找到新的目标吗？说出你的来意。士兵，有话快说。历经无数循环，我见到了。真棒，又有新的测试材料了。
这些伤痕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所有商品都能出价。期待下次光临。樊侯大人的恩惠眷顾着你。啊，多么芬芳的腐败气息，万物循环流转。
目标。没有目标。有事不妨直说，就算死去也要怀着荣耀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
们都只是战车上的一小块血肉。马卓萨斯不败！
想动手。我盯紧你我效劳吗？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，多谢你的惠顾。以前，空气里的磷魄就跟灰尘一样多。你身上是不是有些多余的肉？我们都只是战车上的。你新来的吗？侯大人做什么？你能为樊侯大人做什么？的东西，需要目标。
还没有目标。我需要目标，我不能攻击他。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帮你缝合肉身的人是谁呀？准备出击。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
着暗影之境天空的飞行梦魇来到了竞技场，拥有强大死灵之力的恐怖生物染疫者山图斯。和熔岩升起，化为可怕的形体，渴望摆脱愿你落土平生对手不灭的恶兹。
么渴望战斗。肉身会消失，荣耀却是永恒。